贾玲一方现在也逐渐开始有攻势啊。后点卡拉斯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卡拉斯科凌空射，世界波！这场比赛进到第十分钟的时候，大连一方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，来自卡拉斯科。这就是我们说过的啊，看菜下锅，卡拉斯科最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左边路的位置。而且这个赛季呢，卡拉斯科此前三场比赛打中锋没有得到。